世界之巅的珠峰，深埋地下的矿井，蔚蓝海域的岛礁，上天入海，穿越沙漠，222万个 5G 基站将万物互联。从全球规模第一的移动支付交易，到远程医疗覆盖超过全国90%的县区，从农村电子商务到构建智慧城市。 从精准农业种植到无人化智能工厂，生产方式革新，人民生活改善，无处不在的 5G 网络正改变着14亿中国人的生活。机场巡检了，待会要注意安全，随时跟紧我的。特别是上坡的时候要注意广场四周啊，这个地方随时会存在泥石流。天刚蒙蒙亮，马春海和徒弟谢志强将前往37公里以外的犟嘎山垭口进行通信基站的日常维护工作。 云南西北部4座大山并肩高耸，3条大江奔流不息，形成4山加3江的奇观。同时，地广人稀、山高路险，也给网络建设和后期维护带来极大挑战。巡检路上常有异常发生。 怎么办？也过不去了，看一下能不能过去，过不去只能走路了。走去看看。巡检最害怕就是这个泥石流和雪崩了，要随时注意安全，是吧？ 冲断公路的小型泥石流，对巡检员来说还算小事。独龙江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 ，5G 基站维护黄金期仅有1-2个月。马春海和徒弟负责八坡、马库、县九当等6个边远行政村的57座移动通信基站的维护，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当时建这么远。 维护太难维护了，这个地方都要结这个扎，它维护范围广一点，它能覆盖更多的地方了嘛，更多的人。小心脚下看一下啊，好，有没有蛇？到了，终于到。经过几个小时的徒步，师徒2人终于抵达山顶基站。上车注意安全啊！好，你看哈，就是慢一点的了。嗯。 今天，徒弟谢志强将第1次爬上20米的基站顶端，去进行维护检修。师傅马春海细心地整理着徒弟身上的装备。慢点，注意安全。好，咱有什么再用对讲机来说哈。好。你现在检查光模块，嘎。 刚刚检查过了，光模块没问题。现在我再看一下空注意安全。贡山独龙江两岸是我国独龙族唯一聚居地，这里曾是中国最偏远、最封闭、最贫困的乡镇之一，被称为“信息孤岛”。而今天，正是有像马春海师徒这样的中国基站巡检员，不畏艰难，确保了基站的畅通连接。独龙江乡作为云南第一个开通 5G 网络的乡镇，如今也彻底实现从放炮传信到 5G 有效覆盖的一步跨越。年过七旬的独龙族老人李文士，儿女都在外地工作。曾几何时，李文士老人想要见上一面远在外地的孩子们，是一种奢望。从2004年，独龙江建起第一个基站，拨出第一个电话，当时全乡很多村都收不到信号，有电话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到如今， 5G 网络已全部覆盖这个乡的所有行政村，全乡几乎人手一台智能手机。 看孩子的，老人这个网络不会用。来来，这块要不是这个没钱呢。有啦，有啦。跟你妈妈当妈妈个姐夫，你家跟姐夫。哈哈，来来。70多岁的李文士老人，如今早已习惯了手机带来的便捷。 他随时通过 5G 网络和孩子们视频，以解惦念之情。信息高速公路的畅通，让身居大山的独龙族百姓进入了 5G 时代。互联网加电商、互联网加教育等，在独龙江乡纷纷落地。迪正当村，独龙江乡最北的村庄，北接西藏。 西邻缅甸，受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制约，孩子们无法接触大山外面的信息。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编程老师，那今天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今，通过 5G 远程教育，他们和全国各地的学生同步学习，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2019年，随着首张国内 5G 商用牌照正式发放，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5G 网络。今天的中国，从海拔6500米的珠峰前进营地，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偏远牧区；从零下40多摄氏度的漠河极地，到南海三沙的一座座岛礁。 5G 信号上天过海穿沙漠，222万个 5G 基站覆盖全国所有的地市级城市、县城城区和92%以上的乡镇镇区。这吃弄啥菜呀？包子，吃吧。吃吧。这玩具是木的，你想要的东西都该给你买了。你想要个吃的不是？下一年吧。下一年哎，跟人商量商量，多包点地，多种点地，那收益高了，水上去了，肥上去了，庄稼质量都好了，是吧？沈军刚和妻子是沈家村的种粮大户。 以前种地靠农具，起早贪黑。把人家地交一交。好。如今浇地靠手机，手指动一动就行。5G 在农业场景的应用，改变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方式。不断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正推动5G 融合赋能向纵深发展。在沈家村的田间地头，智能灌溉、苗情虫害监测、气象灾害预警等数字化应用，让麦田变得更聪明，也让农民种地更轻松。 现在种地拿着手机就可以知道地里情况了。以前是开着拖拉机拉着水管，一天老小起趟这20亩地得4、5天浇，现在用手机就可以浇地了，比以前省劲多了。5G 智慧农业云平台赋能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如今，智慧农业使得水、肥、药、施用量节约20%以上，人力成本降低65%以上。 每亩收益增加了200至300元。今天收成怎么样啊，老师？还大丰收啊！哦，还是个大丰收啊！我们要走了，搁到下一家了。老沈的玉米地丰收了，老沈从一个庄稼汉升级成为农田管理者。 在希望的田野上，处处是丰收的景象。5G 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农业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效率。我们需要的这个播种，需要的这个灌溉，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收割，那么一切的话都是在自动化程度，在5G 的有条不紊的指挥下来完成的。 让我们人类的话摆脱了过去几千年来这个对这个耕地劳动带来的这个重负，让我们的农民更好的来享受我们的生活。中国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出路在科技。 全国26个省份、629个县区、4990个合作社、314个国有农场，开展了农机作业数字化监管系统的规模化应用。5G 链接数字中国和乡村振兴，展现的不仅是发展的速度，更是发展的温度。 正上方这一块好像还稍微差一点，我们再打一点啊，正上方，把这个视神经啊一定要给它保护起来。这两个地方是我们看东西最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把它保护起来以后呢，激光就不会打进去了。你再照一张相，我们再规划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能量啊再稍微提高一点，估计呢那边是有对，北京和吉林两地医院医生即将通过5G 网络进行一场跨越900多公里的远程眼科手术。此刻，陈有幸医生只需在北京，就能如同在患者面前进行这场手术。今天呢，我们利用这个5G 远程的这个技术，为这一位吉林通化市的这位女士呢。 给他进行了激光治疗，都是实时的进行处理，和我患者跟我面对面的处理办法是一模一样的。啊，陈老师可以吗？好的。啊，你好，我们刚才给你打了几百点的激光，你感觉怎么样啊？我感觉还好。是吗？数字技术的手段就是解决我们医疗的均一性，让老百姓大病不出现。 同时又获得大医院大专家的诊疗，这是远程医疗的意义。如今，西藏林芝与广州跨越3000多公里，北京与新疆独木舒克跨越近4000公里。5G 远程医疗一次次打破空间格局，通过可视化远程医疗服务，对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医院的专家资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偏远地区的下沉。目前，全国已有16个省份、31家核心医疗机构开展联合创新与应用示范，深度探索 5G 在医疗、公共卫生、防疫等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5G 加智慧医疗技术、5G 远程超声机器人、5G 急救车等一批功能应用，辐射广大基层，惠及百姓民生。2015年开始，连续7年，几乎每周，孙涛和他的同事们都要经历几次这样的国际会议。我们划分了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的细分技术领域也不同。我们和全球的技术专家一起研讨，为 5G 技术的演进发展制定全球统一的标准做准备。 通信信息技术处在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从1G 到4G， 系统架构由欧美国家主导设计。我国每年花费近1000亿资金，用于购置西方国家的通信产品专利费。2015年，随着中国移动向移动通信国际标准化组织 3GPP 提交的 5G 标准提案的通过。 改变了移动信息架构被西方垄断的历史。从 5G 开始，中国引领全球标准的制定，一跃成为世界通信的领跑者。5G 网络架构是一种新的设计形式，通俗来讲，就是多种网络积木，它可以按需的灵活组合，适应于工业、制造、医疗等场景。 为 5G 应用拓展无限可能。平竹，卫星的参数是不是都看过一遍？啊，都已经检查一遍了。好，一会儿呢，把这些参数全部都上载到那个卫星上去。好的。咱们今天呢，就要做一个从终端到基站，再到卫星以及网络的一个端到端的联调，这样呢，为我们后面空天地一体化的通信打下一个基础。 今天，孙涛团队要完成将卫星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进行融合的测试。我们现在准备连接，开始连接建立。Hello World。好，实验卫星已建立，参数一切正常。如果测试成功，未来的通信用户将可以不依靠地面基站，就能在任何地点进行通信连接。 为 5G 应用拓展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个数字孪生网络的场景，就实时的反映了当前数据流通的这个情况，也证明了咱们这次实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辛苦大家。5G 标准烙上中国印，受益于全球统一的标准。自2015年至今，短短几年。 从标准突破到架构引领，中国方案在 5G 技术标准领域获得全球67家通信企业的支持。预计2027年，全球 5G 用户数将达44亿。 今天，随处可见的5G 基站，共同构成一张密不透风的信号网，为千家万户带来信息通信新体验。首先大家又要开始辛苦了。我们摄像组这边今天就统一把机位各方面都调整清楚，音频组也一样，有问题大家随时用核对讲，保持视频通话，通过视频连线随时联系。 二号反送看一下，好，一号。第一路送了，第一路送了。北京国家图书馆，一场演出即将开始。好，那咱们先装上。对。往前拍，我看一下画面。好，没问题。但是你同时也要注意这个画面要摆正啊！我现在看到这个相机是有一些倾斜。 而现场摄影师背上的背包，就是这场直播的秘密武器之一。与此同时，观众通过手机终端，就能实时收看这场晚会。5G 开启了文化艺术交流分享的新模式。好，5G继续准备，3、2、1，走。 过去，转播车是音乐会等演出转播的保障，而现在 5G 背包设备功能为视频盛宴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5G 技术从2019年开始孵化，到2020年底逐步的走向成熟。中国移动服务的媒体以背包为载体，将现场的信号做一个超高清的编码加密，通过安全传输的方式，现在 5G 链路当中进行分发，提供给媒体行业的客户，内容平台的制作。实时拍摄画面，通过背包快速清晰的实时传输至导控台，进行镜头实时剪辑、调色等处理。 在现场主屏幕上及时同步呈现出细腻的质感画面。5G 网络保证了直播的流畅性，演员在后台也能通过直播平台看到自己的表演。演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咱自己。对呀。你看这现在这个，咱马上就能看到，而且特别清楚，而且特别清晰，而且还给你剪辑好了有机位的这个变换，这就很厉害，是不是啊？对我们的。 演员要求就更高了。5G 黑科技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上就已惊艳世界。通过 XR 演播室、数字人制作、AI 智能字幕等创新技术，实现数字人与嘉宾的虚拟沉浸式互动，体验冰雪文化与运动项目360度观看演员表演。 让观众有了前所未有的观看体验。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 5G 已覆盖超高清赛事、居住服务、购物等多个领域。10年间，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全球领先。 创新应用加速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信息通信业实现迭代跨越。截至2022年4月，有5000多个 5G 行业项目正在落地和规模商用，一个个工厂、港口、电网、矿山，正因 5G 而变得更加智慧。 中国东部沿海长达10余公里网线撤出车间的瞬间，代表着 5G 黑科技将全面接管传统车间，打破数字化工厂转型的瓶颈。后面当心啊，后面。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抬高一点，对。好好，进去，进。慢点，慢点。 此刻，由于个性化定制的需求，张帅正组织大家搬移大型设备去其他车间再次重组。它这个东西的话，往这边一移嘛，轮子朝这个轮子方向。对啊，这个是。自从2年前开始升级智慧工厂以来，他的职务也由 IT 负责人变成了首席信息官。今天我们有4台设备从3产线搬到1产线，这体现了我们企业柔性化的生产。传统的生产模式，一条产线只能生产一种规格的产品。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汽车市场个性化、定制化的需求越发明显，企业需要调整产线来满足市场的需求的变化。安装了，大概15分钟能安装完毕。好，安装完毕以后，马上安排现场的调试员进行设备的调试。我们争取4个小时。5G 专网模式将企业从复杂的网络运维中释放出来。 通过5G 网络服务实现对有线和 WiFi 的全部替代，工厂车间不再需要长达几十千米的网线，同时显著提升了设备搬迁、产线重组的效率。这种建网和运网的模式是颠覆性的，生产制造更精益化，供需匹配更精准，产业分工更深化。 5G 的优势将在工厂应用过程中逐渐显现，更好地赋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万物智联，一业带百业。一个个智能车间、智慧工厂正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截至2022年6月， 5G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覆盖国民经济40个大类。 并在200余家智慧矿山、1000余家智慧工厂、180余个智慧电网、89个港口得到广泛应用，应用案例数超过2万个。我们现在完成了新基站的里边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将5G 的话呢进行覆盖到我们的各行各业。那么这种覆盖的话呢，它是 我们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加上我们的这种时延的降低啊，我们高可靠性啊，能够使得这种通信的方式以及这种控制的方式，用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通信来完成。那么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有了它，我们的这个生活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基础设施规模全球领先。 创新应用加速向生产领域拓展，信息网络服务铺就乡村幸福路。5G 是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见证，也是国家科技发展的成果。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5G 典型应用场景已覆盖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40个。 形成全球最大、最活跃、最具潜力的数字服务市场，未来无限可能。